啊，厉害了，哎，这个要请他念一下，这叫什么？西瓜里代改，可是好像少一个里。啊，你代改对，因为歌其实里可以不写，所以其实它有错字的意思啊。但是有里会正常会有里，我的代改。但很像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个教室后面做那种壁报，对，好像很可爱。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叫做那个西瓜刺的大会。西瓜里是今天玩西瓜刺大会，对，应该就是简单的时候就破西瓜大会，破西瓜，破西瓜。啊，陈百强的夏日那个西瓜大会，陈百强解释一下，快点！哎，陈百强，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主持人。我觉得你适合当，我觉得陈百强很适合当主持人。对，就我们这个节目分成第一主持人，对，第二主持人跟第三主持人，我就当第三就好。你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然后你再告诉你，我再告诉他们。他们在告诉他们，走到到观众在告诉他们，等他告诉观众的时候，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结束了。哎，刚才我跟你讲，还有网友说，哎，你们没有放假，就没有放假是怎样？哎，端午节你们大家都返家，你们大家吃粽子，而且我跟你讲，大家应该是出去玩的四天年假，是还有这么多人留下来陪我们一起，真的很感谢过这个端午节，很感谢，真的是感动感动。哎，日本有没有端午节？韩国是只有，韩国是可是不会像。就是台湾或者是就是不会像那么端这么重要的节日，我说周围的。那有吃粽子吗？有吃粽子吗？吃粽有就吉马鸡，可是可是不是那么普遍的大家都会过的节日。那所以啊，在日本也是划龙舟吗？不用，应该没有。不用，那有没有去旧屈原？有屈原吗？屈原，为什么有？为什么日本也有炭工的石器？因为日本也有很多文化是从中国来的啊，对，那日本人救不会不会去救屈原？那为什么你一定要问他，把他逼到绝境？可是屈原，你觉得他是历史老师吗？一个人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屈原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对，所以日本人没有办法救屈原，就一个人。有惨，你不要逼死他，海哥。有时候他讲我们不在，对，但是他讲就可爱。对，我跟你讲，屈原，哎，问一下小小屈原是干嘛的？不要问我，他比我们还不了解。对，我屈原是什么时候的人？什么时候？你太难了啦，问简单一点。好了，你们那时候屈中恒是什么时候的人？屈中原。屈原是为什么去跳河吗？跳汨罗江。因为他被霸凌。因为他太热了，想游泳。他吃太多粽子，很燥热。没有啦，凶，然后就去跳汨罗江游个泳，然后不小心淹死。他是不是因为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我是很清高，我就是要他要劝谏楚怀王，然后他就不听，对，然后他就是抑郁而终。是，屈原写了一本书叫《无字天书》，不是书，就写了一篇什么？写一篇什么？完了，屈原，这我不知道，都不知道的。屈原写什么？什么东西？写了一篇什么？什么什么谁？屈原写《离骚》。离骚好像有听过。好，那现在要干嘛？好了，不要讲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是玩那个切西瓜大赛，可是呢，因为在棚内把西瓜打破很麻烦，对，打得不漂亮，所以我们想了一个新的，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游戏。是，等一下我们分两队对抗，然后你们两队以后呢，要选出一个人推派一个代表，他是去打西瓜的人，眼睛蒙着哈，原地转。比较十圈，转到失去方向感之后呢，你的队友就辅助他，告诉他往前、往后、往左这样。各位看到四周围有六颗，对，手哎、欸、不能摸。我跟你讲，你首先就要先决定，对，就你的队友在看视觉就要决定说是哪一颗是西瓜，就是六颗里面有五个是气球，对，一个是西瓜。那反正就是队友要指控你说，哎、欸，不是不是指控，就是掌控你、啊，对，指派你要去哪边刺这样子，對，然后吃到西瓜就过关，就过关。如果没有到，气球破了，你就回去把西瓜吃掉，刻一片，刻一片，刻一片。哇，这个西瓜蛮大，三个人连续刻，三个人协力刻一片。但因为就是现场就是太多这个有可能会出太多的错误、嗯，所以陈百祥决定说我们要各加一个团员。各加一个团员，各加一个团员，还有人吗？两个神秘人物，神秘人物吗？两个神秘人物，会跟刚 VCR 里面一样穿比基尼的感觉的吗？哎 ，K 的敏锐哦。等一下，比基尼两个还胜过他们两位吗？难分轩轾。那肯定又是小爱，或者是那个什么、啊？
啊，没有小爱，小爱在台湾的。小爱跟康妮比较属于那种兄弟，他们是家里面的。对对，要怀。温妮啊，温妮在上海，在对。温妮在上海。对。泱泱，泱泱在上海。泱泱肯定是泱泱。泱泱上海，泱泱上海。对。我们先看个提示。顾冠宇。啊，顾冠宇 ，no no， 熊熊 ，no no， 熊熊 ，no no， 熊熊 ，no no。我们先看个提示，好不好？来来来，看个提示。这是熊熊，熊熊，我跟你讲，上面这个一定是熊。哎，我跟你讲，节目可以这样子播哦。哎，他上面还穿勇士队的服装。Oh my god！ 我跟你讲，上面，我觉得下面那个英雄，感觉怪怪的。剪刀石头布，情不单，直接剪刀石头布就来了吗？不是，不是，刺激点。下面那个钩怎么那么皱啊？我觉得下面那个叫熊熊来，剪刀石头布，直接猜拳选了吗？对，哎，猜拳选了吗？迫不及待。我们本来是有决玩一个不错的游戏，不用玩了，不用玩了，直接选，那就赢的选，先选了。当然哦，赢的先选了啊。哎，台哥，我们用脚选，好，脚的这样石头嘛。像布布，剪刀，好不好？剪刀好。对，剪刀石头布。这也太慢了，这也太慢了吧！太快，太快，在空中漂浮两秒，一跳一，要一起啊！剪刀石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还有你也停留了两秒再下来。真的很想剪刀石头布。赢了，好啊好啊，那你先选哪一个？我要选勇士队上面那个，上面是护士装的感觉。哎，对，下面，等，对啊，上面是护士装哦。可是勇士队在上面。我跟你讲，我说这太你乖乖乖乖。我觉得有一个是巧克，我不会骗你。确定没有乳沟啦？一定有一个是巧克，我没骗你。巧克绝对是。上面那是黑的。选上面对不对？我选下面的护士装。你选下面是不是？选下面。那台哥你就上面哦。那我没办法，他已经选了。好来，那没问题，我就请两位进来。我跟你讲，上面的绝对是巧克。哎，不要那么悲观，有可能真的是妹。这是什么好酷？是什么东西？而且下面抖哎，好像。再推进去，我看一下。再推进去，我看一下。推进去，我看一下。我想。不是我吗？哦，好厉害哦！可以这样哎，靠背啊！我出去打。等一下，我出去给我讲拖鞋。他们上面打人，稍等一下。在下面人蛮小。来来来来来，谁打了？什么东西？我进来录影，好可怜，辛苦，躺在地上，莫名其妙，回来了，一阵殴打。哎呀，我被笑死！哎，我跟你讲，陈百强，你下次不要再这样给我一个。对啊，这无聊哎，假鬼假怪，真的是。你用经费考量一下，你知道怎么每个礼拜都有熊熊跟 NONO。好不好？可是也不用为了一根巧克，巧克这等下出没在我们这几集里面多少次，烂透。哎，台哥，我已经完全学到。戴什么假发？很屌。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要打？没打这没打。不能刮对不对？第一个有撞，第一个有撞。等一下，拖鞋掉了。谢谢。我跟你讲，一次一起真的无敌。一起双卡。One two。哦。OK 了。好了，各位，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奖励的东西。我们家有个奖励，奖励是什么？奖励看一下。奖励是什么？你看奖励的影片。赢的人啦！又是这个，那对，那对，看一下。来到现场，掌声鼓励。真的吗？可以啊，骗人的啦，真的。真的。
你那边被切了，你在切了。真的吗？ OK OK。那里会有钢兵吗？那边好酷、喔。是一个玩的大概，哎。嗨。哎，各位一定要赢，因为我很想吃寿司。我也想吃那个，那个好猛，会飘。认真吃寿司好不好？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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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是我最对的。一二三叫，一二三叫，一二三叫，一二三，一二三叫，一二三，来来来，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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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来来来来，一二三叫叫叫，来来跟你叫叫。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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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赢的啦，你先攻。海哥，那你们那队先攻，先攻。我们要先观察一下。先观察。海哥，你们这队派谁出来弄气球？就台哥了啦。然后小安跟威力引导台哥方向。真的是，哎，真的，小安是吗？小安去引导你方向，吃是三个人一起吃。好，三。那请，哎，我们请先攻的队伍先离开。哎，我也可以先观察，对不对？那我们先撤，我们先撤。不是，你们先撤。来来，你们先撤。我们先撤，对不对？对 ，K 他们要先布置。OK。不可以偷看哦。好，不偷看。全部人偷看。好。你们不用撤。哦，我们不用撤。你们三个不用撤。哦，对，我们。我要布置什么？你们三个可以摸出来一个整，然后。哦，真的吗？可以的。啊。对。十位。漂浮寿司。小的，等一下，这有变魔术嘛？等下会拍，等下看。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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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好了。他们人在走的时候，你们其实都可以去乱打。好。他什么时候会害怕，你就可以让他摸到一些别的东西。OK。好。OK。哎，睡哦，睡哦。好。L， 小安走进来，不要绊倒。怎么只有我先进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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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觉我可以一眼攻略。好了，那我们现在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现在请秋秋帮台哥戴眼罩。啊，那个我们根据哈日本的这个切西瓜大会的规定，在戴上眼罩之后，我们要由敌对队长来测试台哥是不是真的已经没有作弊看不见。好。确定吗？哈，等一下，先测试一下，是不是？你先手动一动，是不是？嗯，目前感觉是测试。再进一步测试一下。再进一步测试一下。OK 吗？没有啊，这样。OK 吗？看不到哈，看不到。应该是看。你怎么会觉得？哎，取暖，取暖，取暖。我刚刚听到有声音掉东西。哦哦。确定吧？台哥，你这样说，你是不是看得到？台哥，你是不是看得到？这东钱掉了，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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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根本就看得到？没有，看不到。你看到这一把钱掉在地上？没有，没有，听声音，真的听音辨位，完全听，真的。没问题了，没问题。好，那台哥，那个请 Kid 把你原地转十圈就开始哦。好，好，拉过来一点哦。来了，一。二，五圈就够了，十圈我真的是。三，四，五。五圈我已经不行了。六，七，所以我要放屁了。八，九，放了。十，好来。好乱了，真的假的？
OK。台哥，现在拿到你的枪，等一下我们把枪拿给你。对，他把位置再给他好了。OK， 不会危险。好，来，他把确定位置再给他。没有，直接拿吗？是直接。没有没有，不要直接拿，到了位置，那你跟我讲，往哪边刺？对，好，跟我讲。OK， 好，来，那我们，哎，小哥，我们这边这边都有。哇，这个吗？这个吗？Yes. 好，来那个小安，你可以开始那个告诉这个台哥要往哪边走。没有，我们要找。重点是哪一颗？重点是哪一颗？你要自己选啊，你要选哪一个是西瓜？威力，告诉我，刚刚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包的？对。那你不能讲，你要让小安说。对。看起来这颗蛮像的。好，那你就开始指。威力。那颗。准备好了。好。好，预备。嗯，台科往右转，右转，再右转，然后直走，直走，直走，在这里哦，新贵你家了，再直走，新贵你家了，再直走，新贵你家，好停，哎呦，然后右边一点点，往右边一点点，好，再太右边了吧？哎，再右边一点点，好好，就左边吧。到底左右你搞不搞得清？没有，确定吗？确定。拿给他，好，可以拿给他。小心前面。哎、欸，台哥再后退一点点好了。这是枪的、哦，不能扶着台哥哦。这是枪，这枪 对。前面有那个针。等一下，然后再往下一点。哎呦！再高一点，然后左边一点点。再下去一点。你会不会太细啊？小安，你会不会讲太多？好。再上去一点点，好，可以了。啊，刺是不是？刺，就刺了。刺。啊！哇！快吃西瓜，快吃西瓜！台哥吃西瓜，快点！这边，再小心。啊，你记住，小心，快点，时间在算，快。先，我有点危险。好，没有。怎么大家都要吃西瓜？快！加油！我好想吃西瓜哦！不行，我也很想吃。哦，在计时哦。等下有要比哪一个？很多吃的那么悠哉。台哥，你要快一点，不然会输哦。吃的太悠哉了吧？哎，吃太慢了啦。嗯，好，就是。喂，你吃快点呐！他们吃太慢了。来，抽我五颗气球，我到超点嘞。哎、嗯欸，滴到，玩不玩的啦？太慢了啦！别吃寿司了。哦，吃西瓜，台哥记得我，你说教父我们是这样子，然后去刷。有。怎么样？巧克力 OK 吧 ？OK 的，我等下吃两片，三片。那吃两片呢、欸？我们一片都不要吃，我们一次要选西瓜啦。那好，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哎、欸，没吃完，我觉得我们可以。都是纸啊，不干净。这队什么速度？哎、欸，台哥没算算的，威力跟小安至少多吃一些。有啊。哎、欸，你帮他吃。对吧？威力快点、啊！威力，你吃人家口水是不是？威力，你快点！我紧张感可以少成这样。超，他们就觉得、欸、你到底可不可以买五指西瓜？哎、欸，这样子让我怀疑，等一下是不是根本就没寿司啊？完全没有要认真的哎、欸，台哥快，你要认真。我们要吃寿司。好 ，OK， 赶快，台哥抓起来，转圈圈，继续。哎、欸，不要闹了，我 FB 也在直播，等下是超不刺激的。你在关直播，吃西瓜这样子。还是我吗？对，赶快继续。哎、欸，来，关眼罩，快点，威力，把台哥转身圈，快点。我会不会用的太厉害，然后全部都吃光了？快点，来，小安，请选择。快。好，来，子泰，感觉很像。你让他，蛮大的吧？你让他选，我一定让他选。台哥，往右转，右再右转，然后直走，一直走到底，然后一直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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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gay 啦，恶心死！再直，再往前，直走，直走。干什么啦？再直走。哎呀！好，到了。哎呀，快哦！
你白痴啊！要吃爆你的头！还可以，而且要戳到你。你有想过你脑袋有出了问题？在上面一点点针灸。好，可以刺了。哎呀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感觉怪怪的。好吃了，高一点，好，好吃了，好，小心的手指头哦，好，你不要往下烧哎，你要直直的插进去，好，直插，可以准备吃西瓜了，这样吗？在左边一点点，左边。在左边一点，好，上面一点，上面一点，好，可以吃，好，可以。吃西瓜，吃西瓜，加西瓜，两片，太不需要我了，你帮小孩吃，快点的，威力帮小孩吃，帮小孩吃，小孩这样可以，威力快点，哇，好快啊，威力，哇。还故意穿跟小孩一样，明天会拉很多西瓜籽。好，各位台哥师，这样就表示你是为了节目，快点，你觉得还不错是？好，请戴上眼罩，台哥可以了，没问题。台哥可以了，没问题。台哥 OK， 来，台哥请戴上眼罩，给我台哥卫生纸。台哥快点，小心那个枪。来，小心枪啊！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费事？我们找过去吃，不是就过来吃就好了。来，台哥，我们要准备了。来，台小心，好，请转。台哥，哎，转，台哥转。转一转。OK， 好。台哥往小心枪啊！往左转，台哥往左转啊，右转，抱歉。再右转，是怎样了？在哪边啊？哦，对，右转，好吗？右转，再右转一点，好，直走，好，停，然后右边移一步，好像可以，好像也可以，好，来，往前面，台哥往下一点，台哥后退一点，最后一点，太前面了，然后再往下面一点。好好 ，OK， 现在他的分数是几分几秒？陈百祥，有没有在记啊？要公布了吗？先不要公布好了，先不要公布。哎，你刚上去拖了一下时间。我没有啊，我拖了什么时间？你要按吗？我没有按啊。先不公布对不对？好，先不公布。那我们三个先出去。好，走吧。所以会换一个西瓜还是不会换？会换西瓜。好，会换。哎，这个是破药的。对，这也是破。我觉得是你让脱了裤子放屁。来，我跟你讲，这个给你。看起来太像了，蛮像喜欢，对。这样没有掩耳盗铃的感觉。可以，这样就好。好，那我把你剪了。要请你，干掉了就好，好，那我们把其他几个绑紧点，对不对？
凯哥，凯哥，这个是看起来有点不安。开玩笑。好。敢咪干一次就输了。这个啦。凯哥，如果这个我弄胶带，看起来不行啊，一旦弄胶带就。没有了。好，等一下，等一下，慢打的，这样可以，好，走，可以吗？可以。好，我请他们进来。走走走，让开。进来 OK 了，来。眼罩在哪？你不能看，你要先接着看。好，我知道。你先戴上。噔噔噔噔噔噔。大了，大了没有？嗯。OK， 测试一下那个 Kid 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看不见？看不见。是吗？嗯。好，那再进一步测试一下。哇！干什么东西？你看不见吗？给我看到稍微一点点的那个。干什么东西？有影子，对不对？看一眼，文文，欢迎文文。文文总可以直接走进来，然后就直接脱掉，会不会太大方一点？好猛，吓一跳。哎，我觉得你们目标是在很脏掉，没有，你们眯下眼就是在那边弄比基尼，没有脏掉，没有脏掉，没有。哎，这次是觉得看不见，看不见了，看不见，看不见，真看不见是？嗯，看不见，我看见，看不见。看不见了，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了。先错，你这样不就破梗了吗？你这样不就破梗了吗？烂透！我还演一个真的看不到，我多期待你进来投的那一刻。好了好了，好，不要闹了，真的，哎，真的，文文是破梗女王。对，哎 ，OK 了，这绝对看不到。看不到，好，这边这样。一。等一下我们可以干扰他，好，再换时间，是不是尽力的喊？因为你的声音跟六、语音应该蛮像。好，七、八、这个是我九、十、好，好，圆圆你知道吗？你觉得要哪一个？先从你。好来了，我相信你的直觉。好，先那个。来啊，左边，右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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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一下是不是西瓜。哎哦哦哦哦哎，还破掉了。我吃了。他怎么吃的？哎，小玉西瓜小心哦，我看有针哦，有针针，它就是有针，有针在里面，反正西瓜是有针，有针有针。有针有针正还在里面，在哪里啊？我正在里面。啊，应该是第一撮吧。坦哥，你小心，有针，有针，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真的很屌。啊，小心的，哎，要不要擦一下？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啊，西瓜好吃。哎，不用公布了，这也不用公布了，这太悬殊了。请问不公布成绩了是？不用公布了啦。好，好，处罚什么鬼？没有处罚，不是处罚，是奖励。我去看一下奖励好了没有。哦，坦哥，你刚刚就认真，我就可以吃到这个。悬浮在空中的寿司，我真的很认真。你有很认真吗？我认真的要吃下每一块西瓜，因为我真的不忍心浪费食物。那边还有很多，我可以慢慢吃。真正不见了，对，真的啊，就看一下表皮的洞啊。太神奇了吧！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还是它是戳在纸上？我觉得应该在我这个哎，是吗？进去了吗？哎，这个有可能，好像是这个有可能哦。那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我觉得还是不要动，等下给他们弄好不好？哎，好了，台哥走了。台哥，我们出去，我们那个奖励准备好了。好，走走走。哎，各位，我们可以吃西瓜了啊？不是，吃寿司了。你们那个枪不要拿，危险。好笑。纸给我。好，危险枪，谢谢。哎呦，我没有吃到西瓜，我拿一颗去好了。你可以拿个去啊。好啊。哦，好甜哦！好 ，OK。这个不拿出来吃。可以吃，快点，快点。对，哎，陈百强真的很贱，他真的只准备一份。我靠！哦，哇！哦，你就不会准备两份？哎，可是这就是寿司啊，那等下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啊？哎，我跟你讲，它是寿司料很屌，很屌。这个是真的很屌，这是 Angus 啊。这个是比目鱼鳍面肉，好嘞，阿纳哥，阿纳哥，这蟹子，太厉害了，金目鲷，鲷鱼，虾壳 ，baby， 马古罗，鳍，托罗，托罗，哦托，我托罗是吧？马古罗，托罗，马古罗，然后这个鲑鱼，全部都有，哇，陈百强，你为什么不会再多准备一份？没有，赢的人吃很合理啊。对，而且我跟你讲，这不只是只有吃而已，台哥，还有视觉上的享受。好，先访问一下这位师傅了。师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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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贵姓？周师傅，周师傅是哪一间这个这么好的日本料理店？匠心，匠心在民权，哎，民生东路四段。匠是木匠那个匠，对，心心心，匠心，匠心有说心的是吧？说心，匠心，匠秀，说心，嗯，说心的，说心的，说心的，说心。OK， 那师傅可以帮我们就是传一份吗？因为我们现在是赢的部分这样子。嗯，他赢，那但是这个真的可以悬浮吗？可以，我不相信。如果悬浮不起来，对，不啰嗦，不啰嗦，一人就一份，走。没有悬浮不起来，他的匠心股份要给我们一人。这么好的，这么好，不然他们打着这个这么大，对啊，这么大，敢不敢？敢不敢？哎呀，好，现在先讲好。如果等下悬浮不起来，匠心的股份就直接一半过来了哈。真的？好，来，师傅麻烦你了。对，他才你这样讲，他等下手会串。对，算，这是晚餐。对，因为老板在后面看。哦，对，我们来看看他整个制作的过程。因为我首先看这个料就已经是非常的新鲜。对，我看了，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炙烧，我就想吃了。来，哇，这个画面最漂亮。哇，紧张到火都点不起来。股份没了。哎呦，火点不起来，股份就是十分之一了。哎，有了有了，通常瓦斯你就可以倒着用就可以了。来来来来来，哇哇，也要吃稍微炙烧一点的嘛，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炙烧这个是台湾人发明。哦，日本没有，日本原来没有，是真的。真的啊，这个台湾人真厉害哈。对，是的。哇，蟹子，哇塞。我最喜欢吃这个哦，它那个油脂都被包覆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个不能开玩笑，因为它现在飞起来，所以不能开玩笑。这么重，它飞得起来，我不相信啊！它股份要给我了。哎，我想问一下周师傅，这个有没有因为重量的限制？有重量，一公斤，它可以飞一公斤，要一公斤以内就对了，是吧？它可以飞一公斤，那可以放西瓜上去吗？西瓜可以漂浮。哦，
哇塞，哇惊奇、欸！我跟你讲，它这个瓦萨比是好的瓦萨比，对啊，不是那种活的，不是那种对阿里山的瓦萨比，对吧？那请问这个小菊花是哪里？小菊花是台湾的，也是台湾的小菊花。但是等，它是放在哪里？这小菊花可以吃吗？是石菊，是石菊子。哦，哇，好，这石菊是拿来吃什么的？其实假生米，吃身体健康啊。是补菊花的吗？啊，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啊！来，师傅，那麻烦帮我们飞起来哈。我想看啊。吃菊补菊。哇，冒烟，冒烟了，还给我冒烟这一招，好漂亮啊！哎，这招真的很恐怖。师傅，你这个是就是你人生已经赌上去了，真的。是的，我们手不要碰到啊，小心。好。因为师傅的人生已经赌上去了。啊。这个就是。哎呦哎呦。是不是？好像有一点。来，不要腰到。哦。杀！师傅。这样可以持续转多久？大家看它的重量，一直转。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中途一直夹一直夹，它不会不平衡掉下来吗？它就会掉下来。所以它吃的时候会把它拿起来，有点。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日本人发明还是我们发明？这我们自己发明。你自己发明，厉害！哎，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对啊。哦，这利用的是那个力学的原理的，这真的要证明一下是不是空气力学的原理，可以这样过去吗？你看哦，各位，真的没东西哦，真的没东西哦，好厉害哦！哎，空气力学被它应用到，这个没有应该是磁力吧？就是是不是这样？负极对负极吧？是这样吗？这个是机密吧？不能讲。这磁力，这应该是里面有磁铁，上面有磁铁，有磁铁。对啦，应该是磁铁。靠腰，你还是比我聪明。我当然还是 OK， 有一点小聪明。哇，很厉害耶！对啊。OK， 那师傅，我们可以开始享用了吗？对，那师傅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多准备另外一份就对了。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是完整的。很好，陈百强，我跟你讲，我记得你。OK。其实这个原理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玩那个飞碟，像转的时候，那个陀螺，飞碟陀螺，这样的时候它就会看。哎，这个我在日本也没有看过，哎，原来没有看过，对不对？没有看过，真的没有看过呢。哎，还有一个筷子，再一双，再一双。哎，老板，那我们就直接拿起来吃了。哦，好。哦，这蛮危险的，蛮危险，因为它会粘。哦，他会粘。对，是正负，然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哈。来，圆圆，你先选你想吃。没关系，你没关系。来，你先选。来，乔克。我猜圆圆会选中哪一个？我猜。好，猜中了可以吃一个。好，你先跟我讲。好，如果好，圆圆可是圆圆，你不用真的那个迎合我。啊，我没有，我先知道答案。猜我好公平吗？我有真的。好。好。来，猜哦。OK。圆圆会先吃阿纳果。阿拉狗是血子，八子。好，那我再猜一次，再给你机会。他会先吃那个 Enga 啊，比目麒麟肉。对，答。好，我再猜一遍。没了，没了。来，这个，应该猜不到。我答对，干贝。答。我再猜一遍，这个我晓得。这个鲑鱼。答。答对。好，你应该会吃虾子。答。好了，最后二选一，这次一定会对。二选一，哎，如果二选一再选不中，就真的不能吃了。马古罗，这个是叫做尾鱼，答，他喜欢吃的是这个叫做金木雕鲷鱼啦，因为是泰嘛，哎呀，泰，他想吃掉你。哎，我可以七个里面六个都猜错。对，那不然我猜，我跟小安猜。好，先。我想吃什么？不，如果是小安吃的话，想吃什么？哎，我猜你的，我想吃。我本来就可以吃。你刚才跟我讲的。我不要，我跟你讲。跟我讲。不要。好，你跟我讲。好。来，那你猜。这个吧。答对了。真的。哎。
来，你等下可以吃一个，你先选。好，他根本没办法吃了。那我选刚刚选的。看你是那么高，你在高兴什么东西啊？要不要先拌一下？难得可以吃手。可以先拌吗？可以，当然。哎，巧克，来。哎，小安，你想吃什么？演员现在也是用台湾人豪迈的吃法了。对，豪迈。日本人是只要沾一点点在上。对。我要。啊，这就错了，日本人还不会。入境水属要这样子，对，要沾在外面。好，我喜欢这样子，我比较喜欢吃。我其实也是喜欢这样，这样比较好嘛。对，因为那个都沾到，才可以吸到那个位置。来，哇，怎么样？说一下口感。哇，说，讲一下。超软，然后它表面因为有那个炙烧过，所以它那个油脂都全部压缩在那个里面，都没有滴出来，就是。咬它就是融化了 ，Oh my god， 太好吃了！来吧，小安，小安你想吃这个？他跟你想吃哪一个？我们一人一半。不行，不行吗？不行不行，一人一半。小安，不行，我跟你讲，你光讲这一人一半，网友应该已经拿枪在门口等你。对，而且小安他会说，哇，小安人好好哦。对啊，小安，来，小安自己选。你如果不想吃啊。他还是给台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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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留在这边，我算是已经给他面子了，跟我们木曜已经要赶人了。我跟你讲，哎，我也不过是失误而已，靠，要人要这么严重啊？对对，哎，来，小安，那我吃这个，好，干贝，吃，哦，真的很吃一下，这个干贝，而且两颗大的干贝，没有，它是一颗切一半，打开哈。我要问一下，这是北海道的干贝吗？是哇，难怪那么一口吃好大，一口吃这种东西就要一口吃，绝对没有要留给任何人的。因为觉得菊花飘香。哎，来来讲一下干贝的口感，这他们家寿司，超肥嫩的，而且很嫩，肥嫩用肥嫩来形容。好好吃。哎，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吃血食，你们到底懂不懂行情？巧克力，你要先来一个，真的是鲑鱼，鲑鱼，来，鲑鱼。啊，那个是，哎。哦，我们要留到最后。比目鱼席位懂寿司的，就是剩下这几个，你会先选，没错，对不对？对，小心不要掉了。然后台哥，小慧你是什么咖？你凭什么吃？他可以吃，他有赢，可以。而且台哥刚刚是说血小克，我跟你讲，好，你吃。我看我去寿司，我跟你讲，你吃看看，真的是。而且寿司店他会分说，没有看到感想，他已经可以吃了，谁要听他感想啊？他刚也好。那种日本寿司店他有分的，大血子、小血子，有些就是整尾的，整尾的，这一定要吃绝尾。而且这绝对，我一看就是软嫩到没有办法形容了。哦，陈百强嘞？没事。哎，你这真的，我跟你讲，没有道理。你每次吃什么瓦萨比那种都有我，然后这样你赢了，你就没有说吃一个什么。我跟你讲，更正啊，我是一个真的很会吃这个尼基里的人。我不是吗？你还好。哇，你还好，真的。像他的这个赢是赢在他的那个醋饭，谁叫音乐放一半？他那个醋饭真的是让他的那个应该说是。上面的那个食材的鲜味全部都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因为它的醋饭没有那么的重的醋味，对，可是也没有，也不是那种白方，所以就是刚刚好恰当，然后又配上那个味道，真的是。你行家了，银膏啊，这时候再下去不得了，银膏啊，因为它这个油都是好的油，都是银膏啊，真的吗？当然喽，吃。哎，我想请问一下，他好像也是输的那一队，哎。不会，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赢家。是同一队吗？我们好像同一队。这个虾子不骗你，这是他什么？如果你给我吃，就是不公平，我不吃啊！不公平，来，圆圆吃。他都讲，哎，最后一个。再如果好，如果今天你这个给我的话，我如果吃的话，我真的是对不起大家。我帮忙。我还没讲完，你让我讲完了。你讲，没有了，我没得讲。讲，没有了。讲，因为我都没办法讲了。有啊，快讲。我哭了。圆圆很好心，他还把虾的尾巴拿出来提炼出里面的精华。这里面还有一块虾肉啊。虾肉，它不算是块虾排啊。这是块虾排。来，小哥来。讨厌，很讨厌你们。哎。还有人叫我阿公去吃菊花，现在是怎样？这个我同意。来，我跟你讲，阿公，我问你，菊花通常在台湾都是拿来泡茶，叫菊花茶。真正的这叫石菊嘛，对不对？是。
十局沾瓦沙比，直接整颗直接来了啦！整颗菊花你们真没有吃过了，要不太干什么东西？再骗扎一点，对，扎一点，对对对，提炼提炼提味啊！心情菊花，心情菊花，这是升级的，怎么了？怎么了？很苦，很苦，很苦。海哥，海哥，金刚疼了，怎么那么苦啊？怎么可能会苦？是菊花哎，整颗菊花你自己吃是不是苦的？你自己吃啊，没关系。海哥，菊花，菊花太明显了，是不是苦的？你自己讲。金刚疼，金刚很苦吗？金刚疼了，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菊花很香，可是整个对，但是菊花我跟你讲，你一片片小小就可以吃，就不错。嗯，你整颗菊花真的，我发现，菊花是苦的啦。嗯，对不对，乔哥？哦，很苦啊，很苦。哦，整颗是苦的，对不对？后面很香，一点一点吃，可是有一股香味。哦，所以菊花它十局它只能有苦的，一片一片这样，对，就是提一些香的味道，香味。对，哎，还不可以再来一份啊？没有再一份啦，哇，没有了，没有，没有，改天约去吃。对啊，我们一起去吃。我跟你讲，这家叫匠心，匠心，匠心，嗯，在民生东路四段。民生东路四段，哎，这家真的是不错，真的。我光看我看它的食材，我就知道这家店 OK 了。而且它刚刚是六罐而已，对不对？对，七罐。它刚刚七罐吗？七罐，对不对？他那个店里面有一个48罐，他整个会浮在空中，整个桌子浮在空中，真的假的？假的，靠腰，48罐就两个人这样抬着就好了，还浮在空中。对啊，而且很多底座，他吃还不能这样讲，还要先把它搬下来，他给咬嘛，好不好？哎，还要讲什么？菊花不是菊花泡茶？哎呦，这菊花来泡茶不知道怎么样。可是剩下一个嘞，大家都吃掉了。哎呦，菊花茶。有味道吗？还蛮香的，感觉很像我去鞠躬的时候。可是你刚刚是喝了这杯茶吗？我去鞠躬的时候。它这个是自来水，然后刚刚在用这个。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个烟的，真的。真的假的？你先闻一下，有没有像那个就是鞠躬的时候会闻到的味道？什么是鞠躬的？还蛮爽的时候。哦，真的吗？来来茶，哎，哎，这水真的不能喝啦！海哥是自来水，他刚刚用那个干冰的。好了，哎呀，哎，时间到了吗？菊花茶，惊人的事实，你讲，还有9分钟，我跟你讲，不啰嗦，今天就是大放送了。对，九分钟前我们提前收工。端午节提早5分钟好了。不要，不要，不要！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怎么做，不要怎么做。接下来的时间，小兰跟远远去第一视角，就坐着，我们就收工了。这样也不错，让网友好好看他们5分钟啊！你们好好聊一下，端午节大放送，两个去那边聊天的，坐着吗？对，两个去那边聊天，我们陪你们啊。对，好吧，因为其实网友最想看的是你们，看我们两个要干嘛？不是，第一视角是第一视角，那么一人一半。大家现在可以去按那个滑鼠按第一视角，然后麦克风也给你们，因为我收工了。对，然后你们聊一下，没关系，我你也有是不是？我也有，你们都有。不是，我跟你讲，你们两个要聊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也是木曜的常客。要聊聊说，哎，那来木曜吃饭玩有一些什么感想，然后怎么样跟网友之间互动，然后因为网友他还有一些意见啊，你要看一下。阿公走开，阿公走开，阿公滚。对啊，阿公滚的。好，那你们俩可以聊一下，好吧？那我们就吃喽。好，大家端午节快乐啊！端午节快乐，我们两个要聊一下。观众再看一下小安跟，好不好？不用说了，大家拜拜，拜拜。好，这个场就我们来 hold 住吧，可以的。我们要看他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我们看一下网友留言，可以加秋秋吗？可以加秋秋吗？小安唱歌。刚刚是谁讲说真正的木曜四少晚要开始？我跟你讲，以后你都不要看，你们不会来啊。好，来讲话。我们认真在看他们的留言。留言是，我看端午节快乐啊！没有没有，阿公感觉好看多了。喂，老王，你刚才在称赞我。好，来留言，让我们来聊天互动，求访问。
小安，那我来访问小安，小安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最近刚拍完戏。哦，是什么、啊、什么样的？哦，不太能讲。好，没有，已经拍完了，已经拍完了。三立偶像剧。三立偶像，大家可以去看哦。两个人可以接吻吗？真的吗？你们到底是想要看什么？现在还没有深夜哦。阿公超生气。唱歌要不要唱个歌呢？嗯，有恭维啊，有没有想要唱什么歌呢？他们想要听唱歌哦，小爱快比爱心，是小安哦，爱心。嗯，是这集吗？这个吗？那个？这是拍照的意思吗？可以这样，整集都这样，整集都这样子的话，我怕我们会不知道要讲什么。对啊，你们要赶快讲话，不然我们会不知道要聊什么。对啊。阿公跑去偷吃宵夜了吗？欸，没有。阿公不见了。阿公在看大家留什么言哦。主持人可以换圆圆吗？你们要听用日文主持的吗？唱 C 语言 ，C 语言是 C 语言是我写的歌，真的吗？是那个吗？是因为那个吗？是电子的那个吗？西电狗吗？我知道，知道 C 语言。嘿，所以是你为什么会写这个歌 ？C 语言就怎么想？C 语言啊，因为 C 语言比较，我印象中就是那个电脑的程式，那你怎么会想要就是写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也蛮宅的。哦，真的吗？啊、那你都有玩什么样的游戏？你说电动吗？对，我有打 PS4。PS4 你有打吗？我玩英雄联盟。哦，你有玩英雄联盟，我也有。真的吗？那下面等一下，我们这样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一遍啊。我们来打英雄联盟好了。很小声吗？真的吗？还好吧。喂，应该有，应该有，应该有。想听原用日文介绍自己。日文介绍，自我介绍。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さとみです。何を言ったらいいか分かりません。今日はスイカ割りとかお寿司も食べられたので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またスイカ割りとかお寿司とか美味しいものが食べられるときにはぜひ読んでください。可以翻译一下吗？我说我今天，大家好，我是演员，然后我今天来有那个西瓜里那个西瓜炸的那个叫什么刺西瓜，刺西瓜，然后还有寿司可以吃，所以我说以后有好吃的东西麻烦找我。好，我下次会穿23号，没问题。Hello。大家都有提供粽子吗？英雄联盟快，英雄联盟快倒了，有吗？真的吗？没有吧？还是很多人在玩、啊，还是蛮多人在玩的、啊。现在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射击游戏大家在玩？新的？全境封锁。对，不是全境封锁。那是哪一个？有吗？啊？中文叫什么、啊？电脑游戏吗？对对对对，斗、哦、争特工。因为我朋友他们都说什么？好玩吗？最近一直在玩斗争特工。真的、哦。对啊，你可以去玩斗阵，好啊，斗阵特工新的一个，最近大家都在玩，一起比大爱心，大爱心，大爱心，这样啊，拜拜，嗯 ，love you， 这样可以吗？可以吗？他们是要截图截丑图，这样有吗？有吗？会歪掉。哎呀，我们要看。All about Overwatch。哎，已经结束了吗？可以做个 ending。哦，可以做个 ending。请大家下一辈。差不多了吗？今天很高兴各位收看《木曜四超王》，在端午节这样子的佳节，还愿意，老人哭出来的，愿意为我们就是看我们，然后陪我们。那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惩罚，对啊，而且还吃到漂浮寿司，所以觉得太开心了。端午节在这边真的是太棒了。谢谢大家，下礼拜四还要继续收看《木曜四超玩》哦。谢谢小安，谢谢圆圆，谢谢阿公跟 T 的歌，谢谢。因为他们已经不见了，有，大家要去吃寿司哦，好吃，在民生东路四段，拜拜，马上呢。